猴哥跟大野王去弄水，然后开始和面。我们准备了这个，还有牛肉。前天在车上吃的披萨很好吃啊，回来猴哥跟大野王描述了一下，这可馋坏了这个大嘴唇子了，是不是？从来没吃过，对吧？猴哥今天来做给大野王吃哦。大野王饿了，啊，叔叔阿姨好，来了，给猴哥。叔叔阿姨你好。还有呢？哥哥姐姐呢？叔叔啊，哥哥姐姐，姐，爸爸，我靠，一点进步没有啊！给猴哥来了点温水，兄弟们，先把这个酵母化开哦。差不多了，好了，给它搅拌搅拌，老二，搅拌。把盐盆里倒，稍微来点盐啊，兄弟们。好了，还有两个人都走了，老二去拿刀板去了，大胃王带孩子去了。把油盆里倒，再来点油 ，OK， 好。好了，再来倒酵母。对，给它倒散开来啊。哎，对，筷子拿着搅拌搅拌。老二，多啊，搭配啥？搭配鼻涕鼻涕啊？来搅拌。这个面要和稀稀的，多倒一点水。多倒点水啊，兄弟们，给它和稀稀的。我看人家做的都是稀稀的，我跟猴哥就完全跟人家学哦。差不多了哦，确实挺稀的，兄弟们，大家看。倒一点油在手上。半个盆哦，那个盆里面全是面。来码一码。哎，好嘞。好。转移阵地。好。中。老二生气了，你太吵了。你太吵了，他生气了。一会儿抱抱他。嗯。行了，你别晃他哦，你给他妈带吧。碎牛肉已经粘好了，兄弟们，一会儿放到披萨上面去。转移好了，咱弄点油给它盖上啊，兄弟们，别一会儿粘到盆上去。OK。啊，盖上锅盖。哎，对，好，盖上锅盖。老二，爸爸点火，先把炉子热起来。来切菜，切点辣椒，切点洋葱、西红柿，一会儿咱们当配菜，撒在披萨上面。狗子干嘛的在那儿啊？舔老二沾肉那个肉渣的是吧？我靠！到盘子里面。OK， 这个配菜应该够了，兄弟们，再加上那个肉拿过来，给它盖起来哦。这三个给它拿到冰箱，应该多了，这个给它盖起来，对。拜拜，小野王，我们去看老二了，啊，我们去看老二去了，你去不去啊？啊，拜拜。面发没发起来呀？没发起来。我们给它转移到这个太阳下面，兄弟们。我看看，哦，面还没发起来呢，咱油好像有点倒的有点多了嘛，都溢出来了。先给它盖起来蒸一会儿，看看老二去。老二刚刚在这儿劈木材，然后再清理一下这个炉子。好长时间没用了，那个灰掉的太多。夹木头开始点火，兄弟们，这个得多烧一会儿啊、哦。估计要烧个个把小时才能把它烧热了。给，外面干嘛的？快，赶紧躲吧！啊？大象，你没听见吗？往这边站的，他好像是在马路那边打的。
刚才那里吧。别以后飞到我们这里来。不懂不懂。那天也觉得，这个是玩具玩具。我那天以为放鞭炮。完了，那就走到房间里面了。那天没有人出来了。我现在都不怕了，兄弟们。哎，习惯了。来点面。多来点，老二，多来点。全部。不顾。不顾不顾。哎，这差不多，给他摊好了哈。好像有点多，兄弟们。是啊。发起来了，看到这个状态了。揉面，轻轻的给它揉一揉就行了。嗯。分成一个能有多大呀？嗯。上次做我们都忘记了哈。这么大。这么大，行，这一个面团好。差不多吧，一个披萨。这个好像我摊一下看看呢，这个好像不怎么大哦。赶你了。对，轻轻赶一赶哦。猴哥把它擀圆哦，擀圆了好看哦。嗯。是不是？差不多，用手拍一拍也行了，用手拍一拍就行了。猴哥，你看呢？拍一拍它就扁了，行不行呢？往中间放，好，放行，给它扒拉开。哎呀，它好像要坏了又。好了。行了。不是很圆啊，兄弟们。对。转起来，这样印度飞饼。你拿出饭。给它扒拉扒拉，给它扒拉圆就可以了。扒拉扒拉。OK， 行。给它放均匀了，老二哈。咱放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些牛肉，哎，这能不能烤熟啊？一会儿。辣椒，还是西红柿跟辣椒吧，对吧？嗯。洋葱要不要放？洋葱放一点。放一点啊，行，来。芝士。好长时间没做，咱现在有点手忙脚乱的哈，乱七八糟桌上，你看。但是咱们这个，嘿嘿嘿，还是很实惠的呀。莫非？赶紧的。差点忘记。我们搞错步骤了，刚刚忘记放这个了，番茄酱了。给它多挤点啊、哦！嗯，行不行呢？这样啊，这样看上去还是不错的。嗯，这烤出来应该不会难吃啊，我觉得。OK， 行了，老二，准备放啊、哦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咱们是这样的，下边太脏了，咱们拿四个石头给它垫起来，兄弟们，上。小心烫手啊 ！OK， 哈哈哈！对了，就这样让它烤着。锅盖，来，盖上锅盖。盖上了吗？锅，哎，搞啥？哎，搞啥？哎，老二秀智商了，你看嘛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老二，转过来。转过来，这样转。咦，怎么不一样大呢？这边怎么少了一块啊 ？OK， 行，咱原来少了一块，本来上面还有一块锅盖的，兄弟们没了。锅盖是不会啊？锅盖是了吧？啊，咋样啊？现在在吃吃吃吃吃吃。嗯，我能不能看见？看不清楚啊，烟有点大是吧？有没有把锅盖拿开吧，烟有点大，一会烟熏味太重了。把那个盖子拿掉，猴哥。咱们用明火烤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只要它温度够就行了。盖起来它烟有点大，我感觉，因为它里头不全是木炭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嘛，滋滋这里。是啊，咱这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啊，兄弟们。怎么感觉那饼鼓起来了？给大家看一下。我靠，那火好大哟！温度肯定是够了，好像要糊了，兄弟们，火太大了。我看看，
哎呀，吃饱了，干。行，那这样吃也能吃啊、哦。咱先来看看能不能吃了，兄弟们。我怎么感觉哪里好像出问题了？叔叔啊，闭上。不好意思说了，兄弟们，确实是烤糊了，都烤黑了。先切一块，胡哥尝看看。对，那一块拿起来尝看看。厦门挺好的。等一下，再尝，凉一点的。慢慢抽。哎，阿爸哥，阿旺天在慢慢抽。嗯。在帮我干。阿旺啊。就是有点丑了，兄弟们。但老二说好吃哦。这样，猴哥，来，来，你是这一块，这样，给它缠起来，来，来，拿着，把它往里面推一推。都碎了呀。缠一个。哎呀，我靠啊！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这块是我的哈。小外王现在在想，你们这群人做的什么东西啊，乱七八糟的。会好吃啊，闻那个味道还挺香的。中间那个皮儿弄薄了，两边厚了。我们下面再做就要总结经验，中间给它厚一点哈。外军做好一个。中间的皮儿还没弄，自动就断了，都自动裂开了。这个是我的，有点糊了。嗯，是还行的哈，毕竟调料还在，但是咱们这个形状做的太失败了。大王还是没有喝水。再来一口。大王喝。嗯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湖北，这个应该。哇，中间这个真香。咱们这个披萨，除了番茄酱的味道，还有一点十三香的味道。哈哈，做的比较难看啊，但是吃还是挺好吃的，兄弟们，毕竟料多，对吧？大嘴橙子，感觉还行呐，好吃对吧？嘿嘿，口味是不错，兄弟们，就做的有点埋汰了。我们这次改变策略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对，不能放油啊，我觉得得放面粉下面。过来一点西红柿。这把咱等一会儿再做，兄弟们，这里面火太大了，现在刚刚都烤糊了，我们先把披萨在这里等一等。哟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是裁判。我话说，猴子，这个手放到那上去，你手放到这儿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，大勇劲儿还是大。哇塞，大勇赢了！哇，猴哥累了。我们吃吧，吃吧，好吧，是吧？是两个披萨没吃饱。预备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再来一把哈，预备，加速啊！阿丹把你来着。嗯，老二来，你是裁判，来，你坐下，阿西。预备，加速。开出啊，开出。哇塞，这是我们的一号选手大卫同学。杀过来。哎，这把这个小火就刚刚好，兄弟们给他在里头烤着。啊，来完犊子了，又黑暗了。你告诉你做起来。糊了，哇，卡碎了。撒面粉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，兄弟们。这，哎，这个好像没糊啊。对，就是两边糊了，是吧？嗯。盘子好像也要坏了。没熟。没熟？这，那是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嗯。哦，咱们这个没糊，
就是两边糊了，啥也不用啊。再进去烤一下，烤一分钟再吃吧。啊，难得了，就过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能再烤了，对吧？随便你了。哎呀，这个熟。拿走，走。什么人？小心烫哦。烧水就想快点。隔壁小孩找不着了，猴哥就帮忙去了，兄弟们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，大胃王？这个鼻子太烂糊了。太烂糊了。烂糊到糊了。比刚刚的好，还没有碎掉，对吧？咱们比弄厚一点还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温度掌控的不怎么好。这第二块饼吃的明显没有第一块饼香啊，兄弟们。老二都得蘸佐料了。行吧，今天就这样了。来，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嗯，不行。嗯，太黑暗了。今天再见，谁呀？爸爸。今天再见，爸爸，爸爸。